行了，困了，我上去睡觉了，明天再读。怎么了，徐天心？你怎么了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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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什么病？吓死我了！你，这哮喘。答对了，坐好，再聊个三道题，就可以上去睡觉。哎，好吧，好吧，开始吧。你这是半身不遂，这是帕金森综合症，这是落枕。落枕？你这落的也太厉害了吧！落枕都是这样的，然后就动不了了，哪有这样的？这样是半身不遂好吗？徐天心，你哪里痒啊？荨麻疹吗？这是发烧。发烧？我感觉你在发骚。发烧哪里是这样的呀？发烧就是，发烧了，好冷啊。那这个呢？这个应该是中年过后发福的你。这个好吧，那这个就是35到37周临近生产的产妇，如果她感觉到疼痛的话，就应该是羊水破裂了，所以应该立即待产。哎，于真仙，你怎么知道孕妇什么样子呀？你是不是跟别人结过婚，生过小孩？无聊。无聊什么呀？你说呀，是不是？我回去睡觉了。你不如回去睡觉，是不是？我回去睡觉了。我不行，不让你回去睡觉，你说你是不是？你给我回来。